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。二梦到关于卢台长的事业。问：同修梦到一双特别订给过世领导的皮鞋，他量了下尺寸，然后试穿，觉得有点大。然后梦到另一位中央首长，样子像是刚哭过的。之后梦到一条街上都是卢台长的事业，事业涵盖各个领域，逐渐扩大。答。 这个梦意义不大，基本上台长现在做什么事业都心想事成，但台长只想救人，名利都是空的，赚钱干什么呢？这个梦解释上有两个意义，第一个就是东方台以后会越来越大，第二个是逐渐扩大的事业表示台长的法门海纳百川，可以包容其他不同的法门或宗教。关于梦到伟人的事情。 表示这个人现在地位不断提高。梦到关于台长的这个梦，表示目前修心不断进步。皮鞋不合脚，表示现在这个人许的愿可能太大了，或想的事情过头了。这个梦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。